谁指挥勾引男人了？等规矩办。来呀，我花红上山下海。什么什么是山里贵，就是这事。那我就完了是吧？我觉得前一段的后面都挺好的，就不要演了。两号什么来着？我可以把命给你。你看我真瞪不着你。这下你们两个快说。五天之内不灭了飞山豹，陈山炮的人呢？既然大伙刚才认了我做压寨夫人，继续认我这丫头，操！我们大当家问你话呢。就给你绑个票。不是你。替他赔你们这条命。好。从这来下。扣半天扣不了一个。听说万盛酒坊花了大价钱在镇江找了个人，怎么了？不是听说万盛酒坊花大钱，好，不是听说万盛酒坊花大价钱，妈的，到了吧？免得回来再说。怎么了？不是听说万盛酒坊花了大价钱请了一个镇。那挺好。姑奶奶也不是吓唬大的。臭流氓！你敢骂我？只要啊，可以。我这。自个儿的女人一辈子不会让她受委屈。